哎，史蒂夫，最近发工资了，又要上交给鲍鲍了，你说有没有办法帮我存点零花钱啊？老大，我倒是有一个好办法。鲍鲍妈，今天发了工资，发了8000块钱，到家的时候我就把这钱交给你。呆呆，上班时间怎么能打电话呢？这个月扣500块钱。啊，老板怎么能这样啊？鲍鲍先不讲了，这个月扣了500块钱。哎呀呀，史蒂夫你太机智了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上缴鲍鲍7500块钱，然后这500块钱就是我的零花钱了。哦，老大，这一招怎么样？史蒂夫你太聪明了。